动作很慢的，这扭的比较慢，等到一下停下来再回过来。一般是做多少米啊？我们通常标准的长度是三米，然后也有三米六，然后个人也有做四米的，国外的做三米、三米六都有。反正我们标准长度是三米条。这个是很长的条嘛，把它到三米，比方说你做三米的，就三米的时候它就自动转。就切一下是吧？三米转出来，三米就自动转嘛。这降温的是吧？对。刚切了一条了，得等到他切一条，又要很久了。不用等他切，不用切一条了，反正就是这么过来的。